李二，一大早就来抓奸了。就在隔壁楼，702出了电梯右转第二间。你是不是打错人了你？我打的就是你。你自己家庭不幸福，你希望所有人都不幸福是吗？你都这样了，你累不累啊？廖莎，你跟我废话，你再废话他们就起床了。我不是来找方程的，我就是来找你的。我不管那张照片你是怎么得来的，我绝对相信我老公，他也会跟我说清楚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来就是要明确地告诉你，我以前是让着你，不是怕你，因为我不想和你这样的人一般见识。你现在居然得寸进尺，敢来破坏我的家庭。你要敢再往我老公身上泼脏水，我饶不了你。我信你就试试。